在纽西兰的台湾女生莉亚，今天来介绍一下皇后镇的蒸汽船 Onslow 号。Onslow 建造于1912年，是当时皇后镇最重要的交通工具，也是现在南半球唯一有在营运的蒸汽船。蒸汽船目前的收费是午餐，每个人129元纽币，包含牧羊犬秀，晚餐则是一个人149元。纽西兰有个网站叫做 First Table， 在上面订的餐厅都是半价。最近我看到蒸汽船有跟 First Table 合作，所以就赶快订了今天的午餐行程啦。Onslow 蒸汽船行驶在美丽的 Lake Guaigatipu。Lake Guaigatipu 全长84公里，是纽西兰最长的湖泊，也是纽西兰的第三大湖泊。从上空看，这个湖像是一个狭长的 S 型，很像一个人卷曲睡觉的姿态。Guaigatipu 是毛利语，意指魔鬼长眠之地，或者有翻译说是沉睡的巨人之床。这个湖有一个奇特的现象，就是湖面会产生独特的潮汐，水面每隔25分钟就会上升，然后下降约10公分。在毛利人的传说中，巨人劫走了酋长的女儿，有一个勇士趁着巨人熟睡时前来拯救公主，一把火把她的床烧毁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湖的形状像是一个人卷曲睡觉的样子，而这把火也把山上的雪融化了，于是这里就形成了一片湖泊，而湖水每25分钟涨落一次，代表着巨人不甘心的心跳。毛利人说这是巨人的心跳，但科学家的解释说，因为这里四面环山，最宽的地方不过5公里，湖面受到这个影响，所以潮汐才这么明显。你比较喜欢哪一个故事呢？Find your favorite. The one that you hated the most, apparently. Sticky toffee pudding. So that is the number one for you? Mm-hmm. 100% number one. The last is this tiramisu. It's too strong. See you later, guys. See you. They have a dress. Yeah, the one has.